都市的生活很好，但我想回家帮爸爸。从小嘛，相依为命啊。当妈妈之后，更知道她的辛苦。北大武山是我们的圣山，也是我们的依靠，所以我们不会放弃那边的土地。我要我们家的品质做到好，所以不在乎那个利润。我们咖啡是不卖钱，是卖开心。我是来自屏东县太武乡的宜君。